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劲 game 对爆团，今日系第几集啊？十啦喎，第十啦已经，哇！不惊不觉啊，快咗十集，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啊！咁系啦，啱啱我哋整咗只歌俾大家听啦，咁系咩歌嚟嘅咧？咁有应该我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噶啦，应该即系会听呢个电台节目嘅人咧，就应该宅到翻咁上下嘅。系啦，咁宅到翻咁上下嘅人咧，理论上都会留意埋呢啲咁样嘅网络文化噶啦。系啦，咁啊系一首Walkman 做主题啦，同今晚嘅主题呼应啦。系咯，其实今晚就系讲洛克人嘅，即系 Walkman。系。头先嗰只歌咧，其实中文叫做《打不倒的空气人》啦。咁空气人系边度嚟嘅咧？空气人就系。Walkman 第二集啊，好似第二集唔系第一集，第一集冇咁咩嘅，冇啊，第一集好似有 Airman 咁样，系啦，咁啊，即系 Airman 即系空气人啦，叫做咁样就系话，只歌就系话，其实一班对Walkman 好有怨念啊，好有怨念啲人，啱嘅，你两个冇冲突嘅，既有热诚，所以先有怨念，系啦，咁啊，整咗只歌出嚟又话，即系对呢个空气人。抱怨啦，太难打，打唔赢佢。我将呢首歌俾萬記听嗰时，佢冇乜 feel 嘅，即系我哋动废嘅另外一个主持啦，萬記姐啦。咁咧就我话啊，你梗系冇乜玩过 Walkman 头嗰几集啊。佢话直情冇乜玩过 Walkman 添。咁我话啊，咁啊唔怪之啦。呢首歌其实集合咗 Walkman 玩家咁多年嚟嘅爱同埋怨念所组成嘅。系咯，只歌最主要都系讲话，总之系打唔赢啦，打唔赢就好猛啦。即系呢只 game 佢。設計簡單，即係佢由紅白機年代經已開始出現㗎喇，咁簡單得嚟，但係嗰個難度係非常之高喎，即係以呢樣馳名於世喇，最難嘅因為佢夠簡單喇，即係等於當年嘅魔界村咁啫嘛，有乜嘢都冇，即係而家點解我成日覺得而家嗰啲所謂叫做好難玩嘅 action game 其實都唔係真係咁難玩，就是、因為而家太多新嘅嘢 support 自己嘛，咁你突然之間以前喺乜嘢都冇嘅情況下呢，你會覺得好辛苦嘅，即係跳就係跳，唔可以控制個角度，跑就係、是、即係dash 就係 dash， 唔可以控制個長短咁樣。嗰陣時先係最難玩嘅，即係喺有限嘅條件底下，我覺得都係㗎，即係喺有限條件下，你要做到個要求其實係好難㗎嘛。同埋佢嗰啲隻數咧，嗰陣時好難有 one up 㗎，其實。嗯，因為你死咗咧，如果你 game over 咗之後咧，你要重新打翻嗰只嘢，打嗰只嘢唔緊要啊，你要行翻由之前由頭行翻過去嗰陣時咧，最辛苦咯。喂，睇睇下，即係其實 Walkman 嘅第一集咧係八七年啊，定再早啲啊 ？Walkman 第一集八七年。八七年，哇，真係廿幾年歷史，即係好多聽眾其實可以大膽啲同佢講，我玩 Walkman 嗰陣時候你都未出世啊。其實我好多人都會啊，我玩嗰陣時候，我諗嗰陣時係讀緊咩？唔知小學定中學啫，應該都係小學啊。紅白機咯，一必玩必定會玩一玩嘅。但你話係咪好迷我咁耐以嚟咧？洛克人系列我就係玩爆第一代。我反而我唔係玩洛克人先嘅喎、哦，我係調翻轉頭，我玩洛克人 X 先嘅、哦。我玩 Warman X 先至開始玩。點啊？你係咪想話俾聽眾聽你係後生過我哋啊？咁啊唔好咁講，我真係因為佢好得意嘅嘛。嗰陣時出咗第六集之後就冇出嘅啦嘛。嗯。跟住就跳咗去。去Warman X 噶嘛，跟住之後喺 PS 先出翻 Warman Seven 咁樣噶嘛，佢係調翻轉頭出噶嘛。係咯，啱啱接住咗，即係 Warman 叫做元祖系列停一停，就輪到 X 接上咁啊。係啦，嗰都其實都唔係好多年嘅 ，Warman X 第一集出都係93年嘅事嚟嘅喎。不過我哋講即係佢每一個系列嘅變遷之前，就先講下即係元祖呢一代先啦。其實佢好當年好簡單嘅。就是類似孖寶兄弟嗰啲橫向動作，不過再加埋一啲射擊嘅攻擊手段。係咯，佢最特別嘅地方其實應該就係可以贏咗人哋，即係贏咗個 boss 之後，可以攞到佢嗰種武器，然之後再去對付翻另一啲 boss， 即係有屬性相克咁樣嘅情況咧。所以你有時打唔贏嗰只，你不如搏下去打贏。屬性即係黑住佢嗰隻，但係通常咧都超難打嘅，通常都。最初係好麻煩嘅，最初嗰啲集數咧，即係其實我聽翻人講一至六嗰時都係偏向難打嘅，因為我就記得第一代第一集個個都打教剪人先啦。我反而我真係冇印象，因為其實 Warman 有好多款系列㗎嘛，其實 Warman 都出過街機嘅。系啊，可以雙打一齊打打大佬添。嗰次應該都係我哋上集咪講過曾經九十年代一個格鬥 game 嘅泡沫年代 ，Walkman 嘅街機版好似都係嗰個時期打，都係類似九幾年嘅時期啦。我真係未玩過，係啊，有㗎，就係、是、兩個人一齊控制，一入去其實就即刻打大佬㗎啦。一入去就打大佬啊，簡單嚟講，但係可以兩個打個大佬咁樣咯。咁其實就好似格鬥 game 元素，不過一齊打個大佬咁樣咯。嗰期都好興呢種咁樣嘅遊戲方式嘅都。
咁 Walkman 嗰陣時第一集我記得好似連 password 都未有㗎，即係真係要你連續去打㗎。咁、我又冇印象喎呢樣嘢，因為我記得當時就已經係咪呢，好似但係佢因為好似 Game Over 冇 continue 嗰啲嘢喎，佢真係你完咗之後你係是不是好像是你要開始回的時候就已經在那個版的開頭，還是由頭打過呢？它有分階段性的，譬如你去到 Boss 之前才死啦，或者可能經歷過一些機關過到很後段，它就有一個叫中間位俾你去再死了之後續翻咯，類似 checkpoint 咁樣。第一集唔知道，第一代都有少少呢樣嘢嘅，不過就條件比較苛刻。後期嗰啲 Warman 我就知道一定有嗰啲。但我太早期我真的不知道。同埋兩位剛才講即係話關於屬性相克嗰時咧，應該大家嗰個年代玩咧就都流行一樣嘢叫攻略本嘅。Walkman 就係一隻即係幾多人攻略本都玩唔掂，要爭住睇嘅。即係因為就你靠基本嘅方式打咧，當其時唔係咁多人對呢類嘅動作 game 嗰啲嘢加上好陌生咧，我諗其實唔係喎，就算以我記憶就係、是。因為可能我唔知道，即係一至五集嗰陣時候我係冇玩過噶嘛，我六都係之後先玩翻嘅啫嘛。我唔知道佢嗰種攻擊模式係咪都係咁死板咯，即係佢係會佢有通常好似有幾款嘅啫嘛，即係以我所知就係跟住定位跳，定位追住你跳，即係追一定係追人嘅一種就係定位咯，即係佢係輪住一個攻擊模式咁樣跟住落咁樣寫出嚟，即係可能佢會有一二三款模式，可能佢係一三。跟住二一咁樣樣咁樣行 random 咁樣去，但係你見到有預備動作嗰時，其實都一樣嘅嘛。嗯但我唔知一二三嗰時候，即係因為當其時即係都要體諒下佢啦。佢最早嗰時係一 mat 嘅帶，即係個 A high 啊，或者啲模式唔會太複雜咯。所以當時你玩得熟咗就會捉得到咯。甚至乎好多人係挑戰即係無損傷去過板啊、爆機啊，但係就以當時新出嚟講咧，唔係咁多人可以掌握到呢啲技術嘅。咁變咗就好多人希望透過攻略本知道點樣玩，尤其是佢好多機關呢要跳嗰啲位啊，點樣再用個道具啊。一代嗰時好似得一種道具，就係嗰個laser 嘅浮板咁樣啊。哦，真嘅。係啦。我都真係冇。由二代開始先至有三種嘅移動工具咯。九嗰個咧，九係三啊。係有聽嗰啲網絡歌就知道啦。我翻去一係睇下 post 翻啲歌俾大家聽。其實點解你睇到打不到空嘅人，跟住隔離已經有一扎。古靈精怪嘢你可以睇埋，因為有幾款㗎嘛。咁就算連點樣去用呢啲道具呢，其實都有技巧喎。我唔知道其實係咪當年呢製作團隊經驗預計好。如果你玩得熟嘅話呢，你差唔多好似可以玩貓兵大咁樣，係全程唔減速，不斷只需要適當嘅時候跳去攻擊，咁就可以好最快速過板。會唔會係嗰年代根本即係只能夠做到咁嘅技術？應該我覺得就係因為嗰個年代淨係可以做到呢啲嘢咯。因為你睇翻你嗰時都話得一咩，咁你可以寫幾多嘢落去咧？咁都係重複嘅程式嚟嘅啫，應該就係、是。同埋嗰陣時遊戲嗰、那個即係開發力啊，都未就係咁真係咁高深嘅情況下。但係佢好多嘢簡單得嚟咧。即係好似開頭經講咗啦，反而呢個先係難度所在。超難玩，冇咁多冇咁多技巧俾你。冇任何 system 可以 support 到你啊嘛，就得你自己嘅雙手同埋你嘅技術咯。即係又唔會話咁多秘道啊，嗰啲古靈精怪嘢可以俾你偷雞啊。係咯，即係好多你諗唔到意想不到嘅難度都會出現咯。即係譬如話連續嘅陷阱啊，踩完一行錯一滴，行錯一。行出少少都會死嗰啲咁啊！講開呢樣，其實佢嗰個製作團隊都幾有心思喎。佢就係會製造啲叫做測試你人性嘅陷阱啊。例如呢隻 game 好多啲唔同嘅能源啦，譬如你自己個血量啊，或者啲槍嗰啲能源啊，甚至乎 one up 啊，後期出現嘅衣冠啊呢啲咧，佢有陣時特登擺喺啲位係引你過去嘅。但係如果你貪心去咗攞嘅話咧，就會中個陷阱死，或者係翻唔到轉頭噶啦。通常都係即係。都是一個即係中陷阱死咯，翻唔到轉頭就唔會嘅，因為我又未玩過。同埋佢要用啲陷阱封死你咯，會暈死一定整死你嘅。總之即係最後變成整死你，一定要去死嘅要。所以開頭好多人要睇攻略就係呢個原因咯，造就到。即係當其時嗰啲攻略本嘅市場啊，我嗰陣時買唔起啊，去租咯，去啲鋪頭，咁都發覺哇，原來咁多巧妙哦，原來跳呢個先，嗰、那個原來唔使理佢啊咁樣嘅，咁令到大家好多時有得雖然係一隻單打遊戲啦，但係好多機會一齊分享個經驗咯。係咯。咁之後就到阿五月所講嘅 X 系列啦。係啦，其實我玩 X 系列係好有怨念，好有怨念嘅。X 系列佢一隻咧係儲。
經驗值嗰只係邊只嚟㗎 ？PS 我記得係。我經驗值嗰陣時已經去到好似好厚㗎喇喎。我玩到唔知 X 6就已經冇玩啦，即係當佢變咗立體。因為我再玩，係啊，我記得我嗰陣時玩過下，佢好似係要儲經驗值嘅，我記得係嗰只 Walkman 係，但我唔記得咗係邊只。係 Dash 啊，即係有哥班嗰只機械人仔同埋嗰個空賊團嗰個女仔啊，去到 X 7之後變咗立體。我記得係 X 嚟嘅，都係 X 版。跟住立體版之後就會變咗星輝。但係 X 咧，我當初見嗰陣時，我覺得係咪？Capcom 真係咁體貼我哋呢，佢見我哋玩到大咗啦，出返隻成熟少少嘅 Walkman 俾我哋。即係個 Walkman 已經唔再係僆仔啦，已經變成一個青年咁樣。好似係跟住我哋成長咁樣。因為其實佢個故事都係承接住個古仔落嘅。同一個世界觀㗎。其實同一個世界觀嚟㗎，因為嗰陣時就係話，即係洛克人完咗，洛克人即係仲係僆仔嗰陣時呢，就係 20XX 年嘅。咁去到 Walkman X 嗰陣時就係 21XX 年嘅。咁個古仔其實承接住落去咁樣繼續行落去咁樣嘅。咁當年啦，就係 Warman X 第一代嗰陣時就喺超人打啦。點解我話我咁有怨念呢？就因為咧，我好記得就係細個，我係玩咗 X， 跟住玩 X 二，跟住先至最後玩翻，跟住佢係喺 PS 出翻 X 三咁樣嘅。咁我其實我第一隻接觸真係認真去打嘅應該係 X 三嘅。咁但係我玩翻，咁我當年我係都係 out 翻超人嚟玩啦。咁嗰時仲未有 PS， 咁梗係打超人㗎啦。因為好衰嘅，我唔知係本身隻 game 有 bug 啊，定還是係點樣樣嘅。Warman X 咧第一集咧，佢會打打下之後突然間 reset 嘅。係啊。你柄帶問題啊？定係部機問題？唔係啊，我曾經去，即係當時都係用 floppy 㗎啦，大家都係玩超人博士㗎啦。咁當然啦，我都有去再租個正版一餅帶咁樣走去玩啦。係咪我話係咪玩 floppy 唔得咧？我細細個覺得係咪入碟係會咁樣㗎？咁又冇人答到我話嗰時邊有咁多人一齊玩啊？冇咁多資訊啊！冇咁多資訊㗎嘛？你玩跟住到你玩翻餅帶就咁樣喎。跟住我把幾火喎，真係點解玩唔到？我仲未玩 Warman 時候，我都咪玩唔到。我咧就係、是、打下。一個版之後出咗密碼之後咧，出咗有嗰陣時有密碼打噶嘛，方便你哋記憶翻你打到邊度噶嘛。出完密碼之後咧，就會輕機突然間跳翻嚟。咁你但係佢最衰就係個 Warman X 最衰唔同就係可以攞裝甲噶嘛嗰陣時。係啊，可以攞要儲四件黃金聖衣咁嘅嘢。黃金聖衣。咁我完之後都要冇曬甲噶喎。跟住又要從頭嚟過喎。講下先要嬲啊嘛！即係你佢其他嘢喺度嘅，即係嗰啲衣冠啊、調能源長咗啊，其他嘢乜嘢咧喺度就係冇件甲。咁扯？係又要打過喎、啊，跟住我把幾火，我打都打唔到咯。即係就算我冇，即係我好辛苦啦，我真係儲，即係我打一版撳死低密碼，跟住去下一版。哦，如果跳一 reset 咗，即刻撳翻密碼打，打下一版。因為佢打到最後咧係連續打幾版嘅嘛，你唔可即係你打到最後嗰啲大佬咧係一次佢打連續跳幾版咁打嘅嘛，唔可以 set 咗密碼之後開翻下版嘅嘛，跟住我永遠打唔埋嘅。好慘啊！我又好彩啲，冇乜點遇到你呢個情況喎。X 你有打爆咩？係啊。你竟然打爆？係啊。啊，不過我同我細佬係輪流打嘅。我係咪真係我有問題咧？唔係，可能我哋即係兄弟同心嗰個產生個宅力高啲。真係離曬我真係次次都打唔爆，我真係打好耐都打唔爆機，我認真。因為呢隻嘅 Walkman 其實就算我當初同我細佬夾粉爆完之後咧，我哋好似大家都再有各自去自己玩一次嘅，因為佢嗰個設計係比 Walkman 成熟好多，尤其是個主角啦，有唔同嘅能力啊，仲要儲甲啊呢啲咧。另外仲有佢嗰個宿敵阿斯豪啦，即係好入。唔係宿敵嘅，嗰個 friend 底嚟嘅。friend 底嚟㗎嘛，設定係喎。係嘛？阿斯豪型啲喎，後期自己出嚟就係咯。嗰陣時我都好得意。不可或缺嘅存在。即係一個突然之間做咗個拍，因為其實佢都係個設計，好似話佢係抄翻嗰陣時嗰個叫做 Proto Man 㗎嘛。即係話洛克人個阿哥紅色嗰個戴黑超有孭住個盾嗰個咧。嚇！嗰時冇設計話洛克人個阿哥定係點，即係總之都係同一個博士做咗出嚟嘅，不過做咗 Proto Man 出嚟先㗎嘛。即係佢係其他即係。攞人係你嘅先，即係好似高達咁咯，即係你當佢係舊機咁樣樣，佢整咗出嚟先嘅，咁後屘先整落黑人咁樣樣。咁其實 Steel 嘅情況都好相似咁樣樣。而且感覺上咧 ，Steel 嗰個形象係酷啲噶嘛，即係大家
玩開 Walkman， 你覺得佢係即係熱血笨蛋咧，橫衝直撞嘅啫。係咯。到咁上下，你會對 Civo 呢類係又有啲即係仰慕啊，或者覺得啊啱自己 feel 啲喎，自己都係啲 cool cool 地嘅人物咯。即係中意病發作嗰個咪中意 Civo。佢好似係唔係射槍嘅喎？因為我玩嗰陣時候已經 NDS 嗰陣時係玩劍啊，已經係。佢有講個古仔係點解㗎？因為去到 X 一二三嗰時候都仲係有槍嘅。嗯。咁啊，後屘去到 X 係咪 X 三咧 ？X 三因為佢損壞咗啊，即係佢因為爆，因為好得意啊個古仔講嘅就係話，個古仔講就係話去到 X 三，因為佢X 二都仲 X 二俾人洗咗次腦啦，就做咗定人一場嘅。X 三又救咗佢 ，X 三就損壞咗，壞咗之後咧就整唔翻隻手啦，唔知點解。嗯。總之話佢整唔翻隻手啦，咁啊跟住冇得再開槍啦啲又，跟住去到 X 四開咧就淨係齋用劍咯。嗯、因為他當時好像說那支槍好像給了洛克人用，因為是不是特意廠要分開兩個模式的，我覺得是我又不知道一個射槍模式一個近戰模式呢，但他當時就個故事是這樣說過咯、嗯、我看漫畫版的，漫畫版他當然有 加自己的設定下去，但是他的 game 是這樣說的，他損壞了整不回了，嗯，跟住之後就淨係用劍咯，到後尾。其實呢個都係幾影響之後作品嘅一個設定嚟㗎。雖然佢仲有劍氣，我覺得都冇乜影響，劍氣咯。即係 Walkman 嘅世界開始接受咗射擊以外嘅手段咯，可以近戰咯。因為其實去到三嗰陣時都開始有近戰呢樣嘢㗎啦。因為三嗰個隱藏要素咧，就係俾一把劍 X 嘅，係。不過雖然嗰把劍都係波嚟嘅，一劍劈出去都有波飛出嚟。我想問佢係咪由 C 羅開始咧多咗啲 partner 啊？因為之前係要打爆啲敵人，塌咗個敵人嗰個武器，自己先識用。好似後期佢已經衍生咗，已經係有班 friend 喺度咧。都有 partner 噶，我可能都有兩個噶，一個係綠色嗰只，我唔知佢叫咩。仲有一隻狗啊嘛。只狗唔只動物嗰啲唔算啦，你話真係啲交通工具包都有兩個噶嘛。嗯。一個係綠色嗰個，唔知叫咩乜乜名嘅，又係叫，跟住紅色個咪叫布魯士 Proto 名咩叫做？嗯。好多初代嗰啲角色後期設定都慢慢會變成佢啲朋友啊，即係或者係支援角色咁樣啊。但係佢就因為世界觀太多，有陣時互相撈咗入去用啊，即係搞 crossover 咧，呢度就好難完全講到，或者究竟會唔會唔同集數之間、唔同系列之間有啲即係搞錯咗、盜用咗，就唔可以喺度分析曬。其實古仔上都有啲唔同啦。第一即係原著洛克人係打嗰個韋利博士㗎嘛 ,Dr. Wally 㗎嘛。但係 X 就係講話對色馬㗎嘛。色馬軍團嗰度就係話嗰、那個 2Z 嗰個唔識點解啦。係咪唔知咩角嗰啲即係 Alpha 啊 ,Beta 啊，啲 2Z 嗰個就係色馬囉，咁叫做。咁就對住佢咁樣嘅。咁有啲唔同囉，同埋色馬呢，即係你每一集你以為嗰、那個去到 X3 都唔過都唔係講係關佢事嘅，係去到後屘突然間亂入咗個色馬都係。咁、嗯、其實每一集都係圍繞住色馬去打嘅。嗰段時間開始就變成三主角咯。係啊，街機好似都係揀呢三個角色噶嘛。街機就係嘅，但係 X 就不嬲都係 Walkman 同埋 Civo 咁樣兩個打。去到後屘先多個 X， 另一個 X 啊嘛 ，E 個 X 啊。即係原本個 X 失蹤咗嘛嗰段時間。嗰陣時話即係轉咗主角啦，突然間 X 又再變咗個主角，但係後屘出翻嚟嘅。即係可能就係唔掂啦，我唔知啦、啊咁但係到後尾都係用返做 Robin 用返主角咁樣囉。X 呢個都幾厲害，總共出咗八集好似係。好似唔止呀，去到睇到後尾有九同十㗎嘛，記得。唔係唔係，有網上有一個係假嘅、那個 trailer， 即係啲同人好有心去製作啫。我當初睇嗰陣時候都諗，嘩真係唔錯喎，幾靚喎，唔通食住 Robin 嘅勢又再出，但係諗諗下，咦唔係喎。睇其中有啲片段好似係用返啲舊片啊，跟住再繼續查，係啊，有人分析咗其實係同人製作嘅啫，咁暫時都未再有消息出新嘅 X 系列。佢其實我幾鍾意個古仔嘅，因為佢即係佢開始慢慢 build up 咗嗰個故事嗰個架構啦，可能最初只不過又係正義朋友去打惡人咁樣，即係又好似 Walkman 咁樣，嗰個博士永遠都係唔知錯咁樣，俾人打完又打，打完又打，即係好健康嘅。但去到即係 X 可能真係為一班即係可能上大家都年長咗大個咗之後嘅一班 fans 就寫一個更加好啲嘅故仔出嚟囉。咁去到後尾即係 X 四五六嗰時候就開始更加完整囉個故事。嗯。即係青年向囉變得。即係青年熱血向囉變得，即係更加有，因為唔單止淨係打敵人囉，開始有友情啦，即係同 X 同埋 Zero 嗰個友情開始 build up 咗呢。
同埋開始個古仔越多其他角色啊，即係就算你淨係打，都會有其他人喺度咯。嗯同埋個博士依然都喺度噶嘛，即係唔係話做我兩人嗰個博士係依然都仲喺度噶嘛。嗯佢個古仔係有新元素，其實 X 係唔知道嗰個博士係邊個嚟嘅，但係唔知每次攞緊呢個博士就喺度同佢講嘢，係啊呢啲嘢整俾你用啊，你用啦咁樣。跟住我係咪玩佢咧？就覺得。但其實佢嗰個故事同即係正傳嗰度都成差咗成百年㗎喎。都有㗎，因為佢去到後尾，即係 X 好似係 Wolverine 之後長大咗，咁但係佢依然都留喺世界上㗎嘛。但係個博士已經香咗㗎嘛，已經係。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個博士又好啦，成咁樣喺百幾年之後就整好多嗰啲機喺度咧，俾佢上去著衫用。呢個博士係咪傻嘅？呢個博士真係好有預謀啊！好有預謀。佢仲要係咧，即係 X 1、2、3、4。都好像是得一件甲的，四開始好像又不同，五就開始又開始多兩件甲了，即是有三件甲了已經，跟住去到六就是三四件甲咁樣開始，即係一件衫太少了可能大家覺得，跟住開始整好多古靈精怪嘢俾佢咯，即係有忍者衫啊，忍者服就係唔怕啲地下啲唔怕陷阱，即係唔會插啲針刺就唔會即死啊，可以爬牆啊，增值服務啊呢啲啊，增值服務咁樣咯。喂咁。除了原組的 Wolverine 和呢個 X 之外啦，有一個系列就一定要講嘅，因為我覺得有少少幫 Wolverine 呢個系列咧，即係吸納咗一班新嘅玩家嚟嘅，咁就係呢個 EXE 系列嘅。係啦，呢、這個就係、是、其實都第四期有做 Wolverine Dash 嘅喎、，Wolverine Dash 出先嘅、PS 嗰陣時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喺1997年嘅。嗯，即係嗰時我都幾有玩嘅，但我又冇乜印象。嗱，呢個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用咗呢個 3D。啊，我諗我頭先講儲經驗值嗰個，似乎係呢、這個，似乎係呢、這個，因為我玩嗰時嗰個係 3D 嚟嘅嗰個。佢嗰個世界觀就完全係應該架空㗎啦，即係講未來世界地球就係啦係啦，我記得係喺嗰個淹沒咗啊，跟住遠啲喎呢個5XXX 年喎，即係仲要再佢特登要撇離曬以前嗰啲作品。是不是30個世紀之後才是說有些像武神咯，即是海虎和武神的關係咯，隔了幾千年大家當新東西去看啦。古仔就說被大海淹沒了已經，剩下一些遺跡在那裡，還有兩集的。佢好似就有個故事主線上呢係要去發掘啲遺跡啊咁樣嘅，發掘啲史前文明啊。咁另外有啲敵對嗰邊嘅盜賊團就又係專係搶呢啲咁樣嘅發掘遺跡咁樣啦，咁就敵我雙方就幾明顯，但係就嗰個故事都幾有歡樂嘅感覺咯。應該我想問一下咧 ，Woman Dash 咧係用咗 Q 版，即係變形六可能細個定係用 X 嗰種？我記得好似係 X 啊，都係 X 版，唔係細個，佢係正常比例，係正常㗎，去到五六頭身嗰種㗎啦。哦，都即係都大個嘅。係啦，但係就啲畫面風格係幾歡樂嘅咯，尤其是佢有隻哥般咧，記唔記得啊？好似 LEGO 人工仔嗰只咧。黃色頭嘅，可以有時 Capcom 有啲嗰啲格鬥 game 嗰度，佢走出嚟幫拖嘅咧，哥本好大隻眼，係啊，身跟住攞住個錘仔咁樣樣個，隻手本身就係機械人鉗嗰種。哦，知邊個？知邊個？知邊個？你打即係而家 Gaming 嗰只啊嘛，笠住個頭嗰個公仔啊嘛。嗰陣時好多廣告咧，其實都冇 Walkman 出嘅，好多時反而係用哥本呢個造型去賣廣告嘅。咁佢之後嗰個人氣都一路 keep 住，有啲似係 Toy Story 入面嘅三環仔囉。即係而家我知邊個，我知邊個 ，LEGO 頭啊嘛，我定嗰啲嗰個啊，我知啊。咁呢只我嗰陣時幾中意嘅就係咧，一來佢就食咗當其時嗰個 3D 風啦，即係用立體圖像去玩，咁就即係 PS 開始就好泛濫啦，但係唔係咁多廠做到吸引嘅 game 咯。咁 Man Dash 呢個嘗試咧就唔錯嘅，你打。Boss 嗰時以前是平面的嘛，佢係變成立體啦，你可以圍住佢轉，係咁射啊，一路走位啊，動作個要素大咗好多。呢個好似真係冇玩過呢、這個。我掂過，因為嗰陣時我記得我玩過，我玩唔爆喎。我印象中就係、是、純因為嗰陣時都知泛濫啦 ，PS 嘅咁，只不過係真係純粹開咗出嚟之後玩咗一陣。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因為我已經對 Walkman 咧已經係過咗。即係過咗嗰啖氣咧，咁我就純粹睇下佢 3D 嘅 Walkman 係點樣，所以我接觸過少少嘅。X 都有出過 3D 版嘅，喺到7定8嗰陣時，跟住我已經接受唔到啦。即係好怪，佢又係用翻 2D 嗰個玩法，但係佢又整到啲圖係 3D 咁樣咧。其實你可以整 2D 整得靚，再靚啲噶嘛。其實因為佢3去4嗰陣時，佢都好似拳皇咁樣改革啫嘛。即係佢淨係全部嘢篤過曬、畫過曬落去㗎。即係就算係以前個 Walkman 係唔喐，只係眨眼㗎嘛。
而家又整到好似格斗 game 咁咧，即系会会走，即系会能源低咧，会扯虾噶嘛，冇油咁样扯虾，或者系烧炉好似会揞住个心口咁样噶会，即系越做越仔细咯。即系仔细咗好多靓嘅好多动作，即系个画面又表达得好咗好多啊。譬如话啲 laser 就唔会好似以前咁一嚿咁样，系真系会有好大个 laser 爆出成个人咁高噶嘛个 laser。所以其实去到呢度几即系俾咗好多回忆自己咯，即系睇住佢进步。睇住由一個即係普通 2D 畫風，可以整到好似動畫咁嘅畫風，最後動畫畫風轉到 3D， 但係 3D 失敗咗，我覺得變咗。我覺得佢係，所以佢出 Zero 系列嗰陣時咧，佢喺 NDS 嗰陣時出咧，我覺得嗰時好靚喎。我唔知係咪第一隻係 NDS 裏面佢係有語音，我唔記得，但我記得佢有講嘢㗎。唔係，去到。即係我講手提機喎，就仲要係 NDS 嗰個級數咧。嗰陣時 NDS 好燒又有嘢講噶嘛，始終呢個消耗嗰容量好犀利㗎。係啊，所以講咧，佢好似有嘢講㗎，我記得。去到 X4 嗰陣時咧，就已經開始有佢就唔係講即係講古仔嘅，佢有個長動畫，好多個長動畫咯，好多個長動畫，跟住個長動畫中間係有嘢講㗎啦。即係攞翻 X 已經唔會再冇配音啦，有配音啊！就算打嗰時都要中槍都會叫啦，已經就唔會好似咁樣跌跌咁樣震一震咁樣跟住死，一死嗰陣時叮咁樣跟住散咗咁樣，而家真係會叫慘叫噶嘛！嗰時開始已經有配音，有 Zero 有 Walkman 已經有配音噶啦，已經開始。嗯。同埋佢每一集都有主題曲噶嘛，去 X3 嗰陣時。哦。係啊，嗰陣時有動畫，因為佢以前世嘉唔係超人版嗰時嘅 X3 咧係冇動畫 opening 噶嘛。去到 PS 嗰時，即刻做翻個動畫 opening， 做翻個動畫 ending， 同埋中間啲過程都有動畫位㗎啦，已經。咁所以嗰時我好迷啊！嗰時 X3 我真係日打日打日都係。嗯，喂，講開立體就補完多少少頭先 Dash 嗰集啦，即係佢總共出咗兩集嘅。其實我覺得呢集呢、這個系列有少少可惜咯，即係以而家算係新世代啦遊戲嘅，咁但係就反而呢一個咁適合去表現機能嘅一集咧，吸感完全冇興趣響，即係將佢響任何嘅主機上面復活喎，我覺得真係有啲浪費咯。其實都係啊，我覺得如果你做到 RPG 嘅時候，我都幾特別嘅喎都。嗯哼。即係雖然我個人就覺得，既然係 Walkman， 即係都有好多發展咯，都可以，即係視雲都可以玩 RPG 啦，點解你唔得先？嗯啊、即係有咩唔得先？我覺得佢都係計數喎，成日都加上嗰陣時，我覺得佢 Walkman Dash 嗰陣時咧，我諗佢嗰陣時係。低潮期嘅 Walkman 呢個樣嘢，即係 Walkman 呢個系列咧，我唔敢講係即係有仲有好多玩，即係好多捧場客。但係我覺得嗰陣時真係太泛濫嘅時候咧，佢啊的而且確唔係首選嗰啲 game 嚟。都好耐啦 ，Walkman Dash 消失到而家都十年啦。但係 Walkman Dash 係我見可以揾咯，係冇個頭盔嘅喎。好似一時時嘅，因為呢個係有頭有個造型係有頭髮嘅。係咯。咁但係嗰個青年版，即係因為去到 X 嗰陣時係一個，即係個眼啊，唔會再好 Q 噶嘛。Robin 係好正義一個朋友，青年熱血青年咁嘅樣，呢度變咗一有。其實我覺得後期佢已經將 Robin 定咗少少位人啲啦，已經。有啲冒險少年嘅 feel 咯。係啊，即係熱血啊！以前你覺得任即係超人玩嗰陣時咧，任天堂嗰時候，你覺得佢係真係一個機械人。佢而家變咗咧，唔係好機械人。你講開呢樣，其實佢第一集爆機啊，唔係第二集。爆機嗰陣時，經已係有除頭盔嘅啦，係咩？好似我記得係啊，因為 Walkman 一都好似有 X 係未除過頭盔嘅佢，X 係由頭到尾都冇除過頭盔嘅。嗰陣時大家即係對佢嗰啲設定仲估估下嗰陣時，覺得啊，咦，會唔會本身就係一個人嚟嘅咧？咁樣即係只係抑或只係想最後俾一個有少少人感覺嘅設定俾大家睇下咧？因為佢。是機械人嚟嘅，定係機械人？唔係人，唔係人著裝甲，亦都唔係生化人咁嘅樣。X 四零係一個機械人嚟嘅，嗰陣時個設計一定係機械人。因為我相信嗰本漫畫斷估佢都唔敢即係無端改到咁樣嘛。即係本身係人嘅，佢官方嗰個都執得好緊要噶嘛。如果你本身一個機械人，佢執得好緊要，佢真係爆，因為佢打到係爆手啊，啲機友嘅設定佢都講到好。寫得很仔細，我記得他們 Capcom 是幾保護洛克人這個版權的、我記得那時候、格鬥 Game SNK vs Capcom 呢他漫畫版呢他是不讓他出 Zero 的，不讓他玩洛克人的，即是他好像我沒有記錯那時候 SNK 那邊講話呢，因為 Capcom 很怕我們港漫的人將，因為那時候我記得他的 Game 有 Zero 的嘛，你記得那隻 Game、SNK 出那隻就有 Zero， 是他有 Zero， 但如果你是本身 Capcom vs SNK 那個
CVS 嗰個咧就冇。係啊，但係佢因為 SNK 出咗 Zero 啊，正常如果你攞漫畫版權，佢係可以畫嗰個角色噶嘛。係啊係啊。但係佢係唔俾嗰間漫畫公司畫。有印象冇畫過。冇畫過一鏡啊！我記得一格，跟住就好似話唔想佢破壞呢個角色嗰個形象同埋佢嗰個原著嗰個嘢。因為 Capcom 本身咧，即係主力可以打到兒童市場嘅唔太多。即係作為石果僅存嘅一個嚇、清純形象，唔可以俾你咁破壞。都係喎，你而家咁講，我覺得真係 Capcom 冇乜咩嘢遊戲，即係冇乜咩邊個品牌貨到靚仔玩，即係小朋友咁做。即係大家都係黑人，我諗佢真係一個佢自己幾保護嘅王牌嚟啦，靚仔市場。而家都係嘅喎，即係對於我嚟講，即係佢雖然近呢一兩年都冇再任何攞人，即係除咗攞人十俾人 download 之外。佢嗰個都仲係用緊，佢轉咗形式咁樣嘅形式咁啊！唔係，佢而家轉咗形式，啲僆仔其實而家係玩咗流星洛克人啊 ，EXE 洛克人嗰個。我哋過度去講 EXE 啊。係咯，但係講 EXE 之前，我哋就都夠鐘去休息下先，我哋都係留翻下一次先再講。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咁我哋翻嚟再講洛克人啦。